十大聪明金曲系第四首，曾志伟，哎，讲错咗，唔系曾志伟，对不起，我爱你，黎明。多谢晒，其实喺度我要多谢嘅就系教我唱歌嘅大师兄老师，同埋我哋两个一齐工作嘅最好嘅拍档我监制陈永明，仲有我唱片公司，仲有我经理李俊，当然唔少得所有支持我嘅朋友，多谢你哋。这伤痛怕忘记你，我被寂寞蒙蔽，我会日夜想着你，怕在这街中1991年全年销量冠军大奖，进入前三名的唱片是张学友《一火不变心》，黎明《是爱是缘》，刘德华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。哇，那究竟奖落谁家呢？咁啊，首先请颁奖嘉宾上台先。好，香港唱片商会主席袁美全先生，同埋扬言95年参政嘅许冠文先生。1991年全年销量冠军大奖得主黎明，是爱是缘。都差啲，可能會震碎咗啲瓦頂啊！我哋睇現場幾空洞啊！不如啊，我得呢個獎，我只可以話講幾句説話，就要多謝創造我黎明嘅人，就係所有支持我嘅人，多謝你哋，多謝。恭喜黎明 ，Michael。你对呢位乐坛当红炸子鸡有咩评语啊？最近咧，我有幸啊，同阿黎明拍咗一部电影。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，我啊发觉黎明咧个样除咗有个忧郁款之外咧，有少少好似我嘅，就系有些啲神经质。我咩叫神经质咧？即系每秒钟啊感情变化非常之大嘅，系咪？分分钟我今次教佢啦，我嗱而家乖乖地啊，你行出嚟咧好简单嘅啫，一转身你就话嗨你好嘛咁，得，一转身就嗨早晨，我冇叫你讲早晨啊，我话你好嘛，咪即系一样啊，我而家夜晚嚟噶嘛，唔可以讲早晨啊嘛，吓你乖，你照我讲啦吓 ，OK， 1、2、3 ，camera， 嗨 ，good evening， 又错咗啦，咁我喂，点解成日咁样嘅咧？咁佢梗係話對唔住啊！我疏疏地，我諗起琴晚咧就走咗音咧，又俾人捉到咧，唔好意思啫。佢可以忽然間咧喺幾秒鐘之內諗到自己走音嘅變化，嗱呢種咁嘅感情嘅變化咧，對一個偉大嘅藝術家嚟講，往往時時都會有嘅。譬如我認識嘅，譬如許冠傑啊、譚詠麟啊，
个个都系咁样嘅。咁所以我时氹佢咧，千祈唔好紧张，因为以前啊，谭咏麟佢件事事都系走好多音嘅，初初嘅时候咧，走好多音嘅。咁啊，希望你有一日咧，就好似谭咏麟同埋阿 Sam 一样咧，可以为我带来更多更多嘅美好嘅唱片同美丽嘅回忆，好唔好？多谢 Michael， 多谢 Michael， 好多谢许冠文。